太大了吧，对不对？它的蛋蛋的地方凹下去了。据传说啦，在那个公牛的生殖器官呢，嗯，就踩在你的脚跟转三圈，嗯，会给你带来好运。它的肉好嫩哦，耶，轻轻一切就断掉了。很多的牛肉，它的酱料都会用 cheese， 他们很喜欢把 cheese 跟牛肉就是放在一起。太棒了，果然是米其林的餐厅。哦。好好吃哦，太夸张了，这完全是柠檬的原味耶，然后它那个整个香味全部都在里面，不夸张，这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冰淇淋，我说真的。